我也要宣布一件事。嗯，好，跟你说。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，我们班上要求每个家长也要表演一个节目。啊？这？我决定让我两个哥哥合跳一段舞。跳舞？唱歌不行吗？不行，唱歌不够炸。我要做六一儿童节的女王，让所有同学都羡慕我有这么帅的两个哥哥。哎，不够炸。我觉得可以。可以。挺好。来，好好炸一下。来，祝贺。哎，干杯。妈妈不在就是好，平时让我很少看电视，而且看也只能看动画片。动画片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么幼稚。还是你了解我。你喜欢灵儿还是月如？月如姐姐。为什么？爱而不得的感觉。哼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是喜欢李逍遥。这个点儿爸妈快回来了，是不是该切换成作业模式了？再让我看一集吗？不行。如果我现在就做作业的话，做完你要陪我比哥哥练舞。你继续看吧。走到这孩子，平时我在家让他回来先写作业，他都不听。我这不在家，他反倒听话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呀，有点兴趣爱好是好事儿，你就让他看吧。你就惯着他吧。哎呀，就这房子是真难找啊！你说再看那地儿，不是太远了，就是太贵了。攒那点钱，也就够个半年房租的。是啊。这还不算采购人员的费用，你说开小吃店儿，哪有半年就回本的？咱们又是小本小利的，如果一开始客流量上不来，恐怕都撑不了半年。明天接着找吧。行，明儿再看看。喂，喂哥，我记着你是不是有几套门脸房闲着呢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有个朋友想开家小吃店，正找门脸房呢。要不你把你的租给他得了？可以啊。那租金怎么算？那房子已经闲置那么多年了，空着也是空着，你就直接拿给他用呗。别，人家不会白拿的。那你就自己看着要吧，我还得忙，哪有心思管那房子的事情？哎，哥。你说有没有一种方法，既把房子以低廉的成本租给人家，又不会让人家过意不去？那也不简单，你直接入股呗。入股？就是以房租的形式入股，享受经营后的利润分成。这样前期的风险和成本就由你来承担，如果经营的好的话，后期收益更高。这我还真没想到，还是哥你有经商头脑。你什么朋友啊，让你这么处心积虑的？没什么。你忙吧。
对，我真的不行。刚才那动作再来一遍，你先看我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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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到这儿，先到这儿。哎呀，叔，今回来这么早啊？哎，房子找着了。是吗？在哪儿啊？在和平门，离这不远。和平门，不是挺贵的吗？巧了，人家还不要钱。不要钱？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哦，人家呀不要房租，拿这个当投资，等着拿分成。他们怎么就知道一定赚钱？万一赔了呢？赔不了，赔不了。那个地段可火了，那商铺开一家火一家。就是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不会是骗子吧？哎呀，我们有什么呀，让人家骗啊？就是。哎，对了，最重要的是，旁边有家彩票站。爸，您不会用小吃店来养那家彩票站吧？不会的，我会盯着他的。小心您的腰啊！没事的。哥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别告诉苏玉哥哥，他有一本小说被我偷来了，追得正起劲儿呢。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在你这儿啊！你别跟他说好不好？我很快就看完了。好。他自己啊，书荒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想好了，以后我不当诗人了，我要当网络作家，我要当大神，我要把咱们的故事编成一本小说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真不错。好饿呀，今儿咱们吃什么呀？我去下面条。自从爸和姨去归置店里，咱们五天有三天都吃面条了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让你找到记忆中父爱的味道。父爱是吧？啊，我看你是欠揍吧你！你给我站住！